现在做来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这时，咱们准备心，开始今仔日的敬拜。删掉诗篇五十九篇十六节到十七节。那是我要唱歌，俄罗斯的快乐。早起时要大声俄罗斯的慈爱，因为你捌做我的关怀，在患难的日做我逃闪的所在。我的快乐啊，我要唱歌俄罗斯，因为上帝是我的关怀，是我慈爱的上帝。下面，咱要用诗歌来俄罗咱的主。
这个时阵，咱们三甲阿头来感谢，慈悲天堂一杯，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阮的感谢。伫过去的日子，你怎样引带？但阮确信，伫未来的日子，你犹原用祝福，正做阮头前的路障。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奇妙的恩典，甲阮同在。予阮会学习开喙来向你恳求，伫万行所阮所欠缺，你无一项无赏赐予阮，予阮搁一摆体会，主你的疼真正是长阔宽深，这毋是阮嘴所讲，是阮亲身来体会主你的疼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有打破阮心中所有牢固的习惯，才会久长束缚阮，互阮抵到阮行歹一切不义的。祝你为阮敞开，互阮搁一摆通啊，得到完全的轻搁快的答，来到主你的面前。阮也感谢你，因为你听阮的祈祷，当阮心内百般忧伤、艰苦、挂虑的时，阮知阮有一个全能的爸，伫听阮祈祷，咧，互阮所无法度领受极济济的稳定。阮也知你伫阮生命中摆落水的计划。互阮会使用阮所要插的标来跑走，因为你伫遐有为阮排列极水的祝福甲稳定，是对天顶吊阮要来领的赏。阮是何等的有福气，因为阮通称做你的囝。伫你的稳定中间，阮来看见你的阳光。我也知，你用你稳定做年冬的面料，你的路径拢有油在滴。这是阮正做你囝上大的福气。阮无愿意放弃这个大的福气，总是阮紧紧要来跟随你。互阮真正将家己摆在伫主你的手头。因为伫你为阮备办的路径，阮无烦无恼。阮虽然有暂时的患难，总是主你提起阮的担当，你轻省阮的担，互阮的脚步在我，才会稳定。若毋是伫你的中间，无人通啊体会着。当阮看见，虽然阮阁陷伫疫情的中间，看无头前的路，因为阮毋知影疫情当时会得到完全的控制。总是阮知，阮有一个全能的上帝，伊超越时间甲空间，超越所有的疫情。你咧掌管，你咧带领，你互阮，我靠你来徛起。无惊遐疫情的威胁，互阮真正勇敢站出来，逐日朝见你的面，欢喜行伫你的路。但我也为着阮所恳求的，要摆咧伫主你的面前，求主你为阮抹油，求主你的圣神加添阮毅力、智慧、勇气。来行你所托付伫阮身上的工，将阮的教会完全的摆咧。无论教会的每一个兄弟，教会的硬体，教会的敬拜，所有的团体，伫团体中间所有要进行的事工，虽然暂时阮无法度做啥物，
总是做阮知你甲阮伫底，特别阮看见阮的教会有济济的细囝，伫遐因需要信仰的栽培，恳求你将智慧聪明赏赐予做父母的，互因知影怎样来引导因的囝儿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你爱囡仔来到你面前。因为因有单纯的心，因有倚靠的灵，所以阮将阮教会遮的细囝，一个一个摆咧伫主你的面前，恳求主你为因抹油，也为着教会的长辈，因伫人生的中间怎样经历上帝的恩典，但因是阮上好的见证。你伫因的人生中间怎样？伫因人生关关家家的中间显明你家己，也要透过因，搁一届对阮来讲，上帝是确实信实的上帝。但为着教会搁一届的开放，阮恳求上帝你的神，用从阮的心智，互阮搁一届行出家己的家，来到主你的圣殿三组织。互阮无受到疫情的威胁，阮就是执意爱来到主你的圣殿，因为伫遐有极大的祝福、极大的疼痛，兄弟姊妹彼此的情，也愿你甲阮三甲弟弟，为着即个世界，为着阮的故乡台湾，虽然有疫情，总是你的百姓无惊吓，愿意站出来大声。嗯，你求求求，求做你伸手医治的土地，医治土地顶面的百姓，医治每一个人的心灵，让阮的心开，看见主天顶的光是遮尼啊吸引阮，让阮搁一届来到你的圣殿，让阮来到主你的面前，阮是抱着阮要领受对你遐来极大的祝福的心态。阮知你是祝福的来源，你也是祝福的源头，你也是阮心内设立宝座，坐伫阮心内的迄个主。阮要抓牢主你的应允，因为你的应允永远袂无去。但阮搁一摆聚集伫你的面前，无论实体礼拜，无论透过网络礼拜，阮拢要同心来阿罗感谢你。照你早时所教示阮的祈祷，安尼讲，阮伫天里的父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灵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犯阮的人。无伫错，阮入的市，叫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关联、阳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Amen。K M 文第10篇96篇，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队拢着向耶和华唱歌，着向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报伊的救恩，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作。因为耶和华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阿乐。伊伫正心明的顶面，应该受敬畏。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。独独耶和华创造这个天，在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，在伊的圣所有宽容甲阳光。百姓中的达族啊，恁着将宽容阳光归予耶和华。归乎耶和华，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。带礼物来入伊的院，要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。全队伫伊的面前摇摇颤，伫列邦中讲，耶和华最王，世界坚固无摇动。伊要照公平审判万百姓。愿天欢喜，地快乐。愿海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出大声。
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。彼时，树篮内的树木，拢要伫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。因为伊来啦，伊来要审判全地，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。照伊的信息审判万百姓。上帝话记载伫《以弗所书》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《以弗所书》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请听我来读。十六节，求伊照伊荣光的布有，对伊的神用关联，互恁心内勇敢，互基督对恁的神来徛起伫恁的心，互恁有定根下地基伫仁爱。则会甲隆重的圣徒晓悟迄个长阔宽深，这是上帝的话。主内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咱个即个三甲组织要来开听上帝话中的奥妙。今日我用的圣经在记载伫《以弗所书》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我所要用的题目叫做“大海”。甲落水杯啊，大海甲苏荷贝。曼有一个印度的国王，伊常常爱出一挂奇怪的题目来考伊手下的人神，有时会将因考甲毋知要如何回答是好。有一天，伊佮伊的人神出三角出巡，沿路行到一个水池啊边啊，就停落来问伊的人神。有啥物人会使回答即个水池仔内底的水拢总有几桶水？若是伫明仔日头落山之前，通啊回答出来的人，就会有动想。即、这个时阵，每一个人神拢真努力咧观察、咧测量，甚至有个人咧乱摇，有个人摇一千桶，有个人摇一万桶，侪侪无共款的答案出现。总是无一个人会使肯定讲出正确的答案。
这个时阵，伫边仔的树篮内底有一个囡仔，拄好听见国王咧问这个问题，就行到国王的面前，甲国王讲：“我知你，我知答案是啥物。”国王甲伊的人生非常的好奇，伊敢会是乱药？大家目睭忍忍忍忍忍，咧想一个囡仔怎样会知影如何计算水池仔内底的水？这个时阵，这个囡仔就回答国王讲：“这个水池仔的水，若是你摕一个甲水池仔平大的桶仔内底，安尼一桶就会使。你若是摕甲半个水池仔平大的水桶。”安尼就爱两桶水，若是加一个水池啊，会四分之一共款的桶，你就爱四桶水。所以问题毋是需要几桶水，是你要用什么款的桶啊来量。国王想袂到即个囡仔有遮尔聪明，会智慧。来回答伊的问题，就当当想伊。会记你伫旧年台湾的总统选举的辩论会顶面，捌有一个候选人安尼回答提问的媒体，伊讲我是咧甲恁讲大海，为什么恁总是摕落喙杯啊、漱口杯来问我的意见？伊的回答，互我联想到，其实咱人常常咧用咱家己的乐趣杯啊，顶面的迄个量、迄个容量，要来测度上帝恩典的大海啊。有时咱也用家己心内的欲望，也是咱的需要，要来比拼上帝所要赏赐予咱的祝福。只要是无满足咱内心所期待的，咱通常拢会回答：上帝啊，你无听我的祈祷，上帝啊，你无祝福我。咱所用的是一个乐趣杯啊的大小，要怎样来甲大海来相比拼？还未开始讲到大圣，咱先三观阿头来祈祷，慈悲听动大神君。稳定源源对你遐来，阮是你所创造的人，阮的心只有遮尔大。总是阮认为阮家己的心是大甲未七度，总是阮却忽略你的稳定，才是阮无法度想象的。亲像保罗先生所讲。长阔观深，当阮搁一届体会你的稳定，但是大家甲阮三个对待，是阮所未为欠缺的。阮就搁一届倒来伫你的面前，向你求讨，求你听阮的祈祷，赏赐阮所需要的稳定甲祝福，互阮徛起伫你的内面，用光主你的性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的性命来恳求。阿门。伫前一阵啊，基督教论坛布顶面有一篇值得咱去思考的文章。文章的主题是咧阐明上帝的恩典。其实恩典早就已经赏赐予咱种啦，只不过咱毋捌用心去体会即个恩典尔尔。文章的作者叫做 Jennifer Heron，詹妮弗·希伦。伊捌讲起伊家己伫信主的过程，伫信主之前，上帝捌用济济的恩典来吸引伊，亲像当伊看见美丽的日出甲日落，当伊身处伫大自然的迄种快乐甲安静，当伊甲朋友相佮作伴的时的迄种笑容，等等遮的事，毋若安尼。上帝更加用济济正面的思考
来吸引伊去了解生命是偌尼啊美好。总是伊认为这是伊享受的人生，直到伊真正行出一个基督徒的时，伊才发觉原来遮尼济的稳定甲祝福，早就上帝藏伫伊的心上，伊家己毋知影尔。事实上，信主的人早就已经领受济济属天来的祝福。上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咱已经甲基督三结连啦。当你若甲基督三结连，自然天父的恩典透过基督就源源不绝，享受伫咱的中间。总是你有用心去体会遮的恩典无？常常人选择就是忽略伊，认为这是人应该得的。伫文章的中间，Jennifer 特别拣出几项，伊感觉伊已经领受也改变伊生命真重要的恩典。第一项就是救赎的恩典。伊讲信仰中间上宝贵的恩典，就是上帝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予这个世间，牺牲伊的独生子，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赎回咱的自由，并且赦免咱所有的罪过。你需要付出什么款的代价？伊讲，人无需要做啥物。只要透过单纯的相信就好，透过相信，咱就会使轻松拥有这份超级的大礼物。对咱来讲，这个稳定实在是够好。总是上帝毋那得安尼做满足，伊煞继续供应咱搁较侪的阻碍。良心、智慧，予咱搁一届知影上帝的美好。诗人大卫也深深体会过，所以伊伫诗篇46篇第十节的中间，大卫安尼来描写伊心中的上帝。伊讲：“恁就定定就知我是上帝，我要伫列邦中做官大。”受尊敬最大，伫遍地顶也最宽大。当你若知影咱的上帝是极其宽大的上帝，你就知咱人伫伊的内面，咱所领受，才会无限量的稳定，特别是救赎的稳定。第二项，Jennifer 所讲起。就是饶恕赦免的恩典。伊讲赦免其实是上帝恩典的一个延续。当咱若愿意认真来认罪悔改，除了咱本身的罪，和上帝来赦免以外，咱也有通啊得到一个咱想象未到的超能力哦。这个超能力就是知影怎样。去赦免别人的过失，上帝会帮助咱去赦免、去原谅遐个伤害咱、得罪咱遐个人的罪啊！刚才你会感觉我无靠、无够力、无气力来赦免因，总是伊讲，当伊看见。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，伊犹原咧为迫害伊的遐个人祈祷的时，伊的心大大改变。伫路加福音23章34节，咱的主耶稣伫十字架顶，犹原安尼讲：父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咧做因毋知啊，因咧做因毋知的事。你看见伊怎样对迫害伊的人，犹原用赦免的心情来原谅因。
当咱无法度原谅一个人，咱甚至讲我无气力原谅伊，因为伊所造成的伤害，互我永远无法度来赦免伊的事。咱想看卖主耶稣咧讲的即句话，因为因得罪，因毋知。刚才有人来讲，耶稣你敢是痟的？人安尼迫害你、害你、讨你的性命，你敢毋知影？你敢无怨恨因？总是咱的主甲咱讲，因为因得罪，因毋知。主耶稣除了赦免因的罪以外，伊也搁一摆互迫害伊的人。会使家己反省，因家己所做毋对，迄个真实会恶会歹，然后互因有一个通啊，返来伫上帝面前认罪的机会啊！咱看撇开耶稣的人，当伊看见耶稣安尼，伊心内家己咧讲。这个人真正是犹太人的王，伊真正是上帝的儿子啊。第三项，享受自由的稳定，稳定就是会使互咱有选择的自由。捌有人批评你、攻击你，你到你心肝艰苦无？敢有人将重担放伫你的身上，互你感觉为什么我安尼来承担即个担无？敢有你，敢有人伤害你，互你感觉我着伤啊无？总是上帝互咱的恩典，是会使互咱有选择的自由啊！你会使袂记你别人对你的攻击甲批评。我选择将伊放伫后壁，无爱放伫我诶心中，无爱放伫我头前诶路站。你会使选择，我要将重担交转去互上帝，我无爱拍即个担。甚至你会使选择，我着诶伤，上帝来医治我，我就无爱扎着即个伤，扎着即个伤害。来继续行我头前的路，若无愈行是愈艰苦。这拢是你已经领受选择的自由啊！所以你会使有即落款的自由，决定你家己要成做什么款的人。你的自由会使互你。返来伫上帝当初所创造的你，是迄个带有目的、上帝极其用心创造出来的你。当你若愈理解上帝的话语的时阵，你就会愈知咱家己伫上帝的手头要行什么款的路。要用所插的标来跑走，来领对天顶所吊咱来领的赏，完全是咱的自由啦。约翰福音第八章36节，咱的主安尼对咱讲：，囝若互恁自由，恁就真正自由啦。咱已经有即个自由，总是你有要好好去运用无？第四项的稳定是叫做未来的稳定。未来的稳定就是伫未来的日子中间，咱知影上帝永远甲咱伫地的即个稳定。上帝要永远甲咱三个伫地。圣神也伫每一日的日子中间不断的提醒咱，只有甲上帝同在的迄个时刻。咱会使一步一步来行往未来的荣耀，特别是当咱面对也是经历试探患难的时，
有伊伫咱的身躯边，会使互咱平安的行过，无论是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是深渊，有伊甲咱伫的，咱就无惊遐。咱知影伫未来的日子，咱也是安尼，因为主耶稣捌甲咱讲，伫世间恁有苦难，独独恁通放心，我已经较赢世间。这毋是耶稣讲个话，念念，这是一个应允，应允伫咱将来、伫咱未来的道路顶面，有一只手要引带咱，互咱安心行伫咱所毋知头前的道路。这就是稳定，这就是一种咱永远袂感觉孤单的一个稳定。无论你拄着甚物款歹代，你知。有一个看袂到的手在引带咱。Jennifer 所讲起上帝的恩典，对咱来讲，原来是一个真极大的一个祝福。只是咱家己所想，我逐日伫遮咧拜拜，伫遮咧艰苦，你想讲上帝的恩典敢有够给我用？咱只不过是咧想象诶，是一个漱口杯，是一个落喙诶杯啊，遮尔大。总是咱却忽略，原来上帝诶恩典，照伫使徒保罗所咧讲诶，伊所感受着经历过上帝诶疼诶恩典，亲像是大海一样啦。你怎样要摕一个落喙诶杯啊来酿即、这个？大海到底有偌大？这就是今仔日三班所要讲的。大海甲落喙的杯啊，大海甲漱口杯，要怎样做比拼？无法度比啊！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中间，使徒保罗所咧讲起，上帝一听，稳定是长、宽、悬、深。这原毋是一个口号，毋是咱唱歌咧唱尔尔。保罗先生伫遮一直咧讲明，其实上帝一听就是包含着无限啊，无限。伫顶周咱的讲道中间有提起，人若互圣神灌压伫心内。就会清楚明白上帝的疼，上帝一听望着咱，就会对咱的中间产生坐坐，然后对咱的心上流露出来，毋是咱熬疼别人，是上帝的疼透过咱来疼别人。毋通用家己所会理解的落喙杯啊、漱口杯。就要来切到上帝听的大海啊！这是要安怎比喻？其实，普罗先生伫伊所咧讲的长宽观深中间，佮有深一层的意思。当伊咧讲长的时阵，伊咧讲的长就代表永远，也是代表不变。连恋爱的人常常拢会讲。哦，我爱你一世人。哦，我爱你一世。甚至即马少年人拢讲一生一世，吼、哦，一生一世，到底一世人有偌久？爱你偌久？30年、50年、70年，总是有一个年限吧。总是咱看上帝。上帝既然超越时间、空间的限制，当然，伊的疼甲稳定也是无受时间甲空间的限制。伫旧约耶利米书31章第3节，上帝启示耶利米安尼讲：“我要用永远的疼来疼你，我要用永远的疼来疼你。”永远的意思是无时间的限制，无空间的限制。伫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，也捌提起，
大山会刷开，小山会淤沙，独独我的挚爱的确无离开你。大山、小山要怎样刷开？要用偌久的时间刷开？可能毋是咱即世代通啊完成的。总是上帝的挚爱却源源不绝，甲咱相隔地带。当然，大山、小山也代表一切的阻挡。主动和咱甲上帝中间会使结连，总是人家的主动拢有通啊刷开啊，表示上帝对人的疼是永远袂改变。这个疼是会使互咱克服一切的阻挡，所以耶稣安尼对伊学生讲：既然疼世间属于的人。到尾也疼因啊，到尾也疼因啊。到尾的意思是啥物？到世界的落尾，毋是人性命的落尾，是即个世界已经无伫，即个世界已经是上帝的中间所设定的，伊的疼真正是无限的。毋是咱所理解的即个世界通啊包括的，所以伫遮咧讲起长，就是表示永远，也是表示不变。当保罗先生咧讲跨的时阵，上帝听的跨是代表包容，代表无计较咱的过去，华语讲叫做既往不咎。约翰三章十六节，咱上后背的经节安尼讲：上帝将独生子赏赐世间，予今仔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。伊听世间到安尼啊！但是伫马太福音五章五十四节，是的，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安尼讲：伊予伊的日头照歹人，也照好人。也用雨水压抑甲不义的人，安尼来讲，好亲像上帝袂晓分别好歹，伊落雨，好人也恶着，歹人也恶着，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兼是上帝袂晓分辨好歹，想想咱有即落款的想法呢，总是实际上。伫上帝的眼光，咱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。上帝的眼光，世间人拢是歹人，世间人拢是歹人，只不过是大歹甲小歹的分别尔。当咱咧讲好人甲歹人，只不过是用人家己的角度甲判断能力来分配，对你好的叫做好人，对你无好的叫做歹人。总是上帝听中间即个夸的意思，是咧讲包容啊。伊会使包容好人，伊也会使包容迄个歹人，会使包容大歹，也会使包容小歹，也无计较咱的过去。总是只要人知影怎样诚心悔改。回转转来，伫上帝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咱的爸上帝就要撤销咱一切的过失啦。路加福音十五章上出名的故事，放荡子的故事，安尼讲，甲咱提醒：当放荡子醒悟要转来厝里的时，老爸看见伊倒转来，伊就走进前去抱伊。做老爸的心是何等的迫切，天父找咱也是安尼。当这位老爸抱着这个在低调的中间生活的放荡子，甲伊斟嘴，无嫌伊太高，无嫌伊歹，伫听的内底，一切拢互完全包容啊！伊敢有计较伊过去怎样乱开伊的财产？无。只有破掉嘞，一直打一针嘴，这都是上帝听看的一个该上好的解释。这个解释
就是褒奖。第三个，上帝一听，使徒保罗所咧讲起的是权啊，权代表上帝的气度啦、气度啦。最近 COVID-19 造成咱台湾、咱故乡台湾的疫情，总是对伫防疫的大大细细的决定，咱会使看出指挥中心的遐的官员，以及地方官员因咧处理无共款的态度甲方式。当你看见中国，看见整个台湾的疫情的时，甲你伫遐咧处理遮个小小的物件，迄种的关度是无共款，迄种的态度也互你处理代志起来无任何无相款。所以，常常咱咧讲，你的态度会决定你的关度。伫腓立比书第二章5节到11节。使徒保罗安尼讲，会使予咱看见上帝的气度中间的权啊！伊徛伫悬悬的所在咧看咱，毋是咱伫遮咧看咱家己尔尔。圣经安尼记载，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，伊本有上帝的形状，无掠甲上帝平等做所着接受的。反转，变空家己，出萝卜的形状，做人，成做人的样式，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，就屈家己顺服到死，甚至死的是一个定。所以，上帝高升伊极高，赏赐伊这个名，盘过伫万名的顶面，互记呾伫天、伫地、甲伫地下下。耶稣基督的名，无一个脚头有毋跪拜，无一个嘴毋称呼耶稣基督做主来应跟拜上帝。人为家己的罪咧走撞，总是徛伫悬悬，咱会拜上帝，知影人一切会着无。伊知影人无法度拯救家己，无法度为家己将来的日子来做设想，伊找派耶稣基督来替人成一个完全的牺牲。三位一体的上帝毋若官官在上，伊有权柄，却无要滥使用即个权柄，反倒转来谦卑家己，成做奴仆。忍耐顺服，为人类来牺牲，死的是一个定。耶稣基督，上帝将伊高升，予伊来治理万百姓。这原就是上帝的气度啦，也是这权威的遮的人应该有的权度。你有法度体会上帝的权无？第四项，使徒保罗所咧讲的亲，是代表可靠，也是代表坚固。咱知影起官楼上重要的是伊的地基，愈悬的楼，伊的地基就爱愈深，才会愈稳固。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到27节，咧讲起两个地基的时，这段经节咱常常听见，伊安尼讲，所以。去那听我遮的话来行的，要比平地栽麦的人，去伊的厝伫石盘顶，雨落大水沟，风吹，冲到迄间厝也袂倒，因为地基伫石盘顶。去那听我遮的话无行的人，比平好比平是好比平戆人，去伊的厝伫山顶，雨落大水沟，风吹，冲到迄间厝。就道，佮伊的道是上重，伊的道是上重。用上帝的听所起造的厝体是绝对可靠的，因为亲像是伫石盘顶。
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，甲咱讲，基督已经成做咱生命的触角石啊！哦，已经成做咱生命的触角石，有这个坚固的触角石，咱的厝就会有一个规矩，咱的厝也表明地基是真稳固。深深待伫石盘的顶面，咱的厝就通啊，永远来坚固起去。这就是上帝一听中间的深所代表的，是可靠甲坚固。你有理解，也是你有体会，即个保罗先生所讲的长、宽、宽、深，也无？结论来讲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回想咱的一生，活伫上帝恩典中间，已经予咱有讲袂尽的恩典啦。总是咱常常摕一个落喙的杯啊，漱口杯的痕迹，要来求上帝赏赐咱恩典。恁敢毋知上帝恩典是亲像？大海一样嘛，你的漱口杯要怎样甲上帝的大海来相比拼呢？我咱搁一届体会上帝，亲像大海一般的祝福，也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。三个阿头来祈祷，听的上帝，你的听亲像大海，源源不绝。在阮的生命中来流露，阮愿意伫你幸福伫你的脚前，因为你会听伫阮的生命，激励阮去找出生命真正的意义，活出基督的芳味来荣光主你的生命。阮搁一届为阮所领受的恩典祝福，以及极大的听，阮献上感恩伫你的面前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恳求。阿门。咱们三甲来讲读本章的经句，本章的经句记载伫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。咱们三甲来读两遍，予基督对恁的心来徛起伫恁的心，予恁有定根下地基伫真爱。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，予基督对恁的心来徛起伫恁的心，予恁有定根。下地基的仁爱，用所书三章十七节。下面是本周的消息和报告。第一项，主日就是七月二五，咱教会的主日网络礼拜要暂停一摆，咱要参加早起十点，早起十点的 TBC 主日联合网络礼拜。咱知影，伫六月底以后，TBC 就无阁有网络礼拜。总是有决定，伫每个月的同每一礼拜，要阁做一届的网络礼拜来三甲组织来敬拜上帝。七月底一届要将要邀请甘冠长老教会英语部的牧师朱月玲牧师 Reverend Elizabeth Chu 来分享信息。伊要用英语来讲道。然后有台语的翻译，欢迎邀请咱厝人大小三堂来敬拜上帝。第二项，大多数项，有关为着全世界 COVID-19 的疫情，会使得到完全的控制，恳求上帝伸出伊滴的手来行奇妙的拯救。咱知影最近伫加州确诊的人数有小小增加。政府也各一届要求，伫室内必须爱戴嘴罩，所以请咱兄弟特别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，以及保持社交距离，然后做好防疫的一切准备工作。这是本周的报告。奉献的名册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愿主祝福咱的教会，予咱真正伫事工一甲一切经济。拢得到好事以及祝福满满，也愿上帝祝福今仔第二第一圣工的每一位兄弟，
祝福满满伫咱每一个人的中间。三甲来领受对天顶来的祝福，祝你的听长宽关心，阮袂话到，袂话通啊七度。愿主你常常甲阮伫地，阮活伫主你的听的中间，阮知阮所享受是无限的疼痛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。圣神会相通，甲恁众人三甲之地，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